日前，杨幂在微博对粉丝们在观看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期间刷素素跳诛仙台的话题给予回应，调侃道：“拍了一部被大家要求快点死去的戏，我应该是拍了假电视剧。”据悉，电视剧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目前播出内容引起广泛关注，杨幂饰演的素素被剧中素锦一角百般刁难。对原作小说了解的观众不忍素素被虐，近日纷纷在杨幂微博下留言，拜托素素早日跳下诛仙台，借凡人素素消失之际变回上仙白浅的身份惩治素锦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杨幂才有如上的自我调侃。粉丝们心疼杨幂饰演的角色受坏人欺压，纷纷留言：“实在虐得心嘎嘎疼，你跳不跳？跳不跳？不跳我跳了！看过这段演技，我要缝上膝盖。”一名网友更喊话杨幂：“幸亏素素马上就跳了，不然心疼素素一定会攻占首页。”